想讲一个我这个月开始订的一个 Glossy Box， 它是美版的 Glossy Box。 单月的话是每个月21块钱，我订的是半年的，就是110多，哎，我不太记得，好像是110多吧。然后订整一年的话就是大概200多一点的样子。因为我从来没有订过像这种 beauty box， 所以我就想说先订半年的试一下，看一下它的产品都怎么样。因为在美国这边的 glossy box 呢，它合作的品牌非常非常的多，就是如果你们去看它的网页的话，它有好几十上百家的美妆品牌跟这个 glossy box 的网站做合作。然后我们这边是每个月底的时候发货，我是刚刚拿到的我的第一个 glossy box， 所以我们就一起开来看一下吧。它的包装是这样一个盒子寄过来，还蛮可爱的。打开就是五月份的这一个礼品盒，它五月份是跟美国很出名纽约的一个百货公司叫 Bergdorf Goodman 做的合作。这个公司都是卖一些比较high end 高端的品牌，平时东西还蛮贵的。他做这个合作的时候，我是有看到他前面说跟这个公司合作的那一个beauty box 里面是有送一个25块钱的 coupon， 然后我就觉得哎，他比整个盒子还要贵了呀，所以我就说想订来玩一下。然后他这个盒子里面的所有商品都是 Bergdorf Goodman 会 hold 的牌子的一些travel size， 所以我们来开来看看吧。打开它，好紧哦，这样的。它每个月都会有十几样产品随机抽取放在盒子里面，我记得应该是这样子。它里面有一个小卡片，做的还蛮精细的哈，还有一个小卡片。卡片就是一个25块钱的 gift card， 然后还有他送的产品的说明，一共是6样产品。我们就拆来看看吧。收礼品的感觉好爽，所以我后面的半年都有这些每个月的小礼物收。打开长这样，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。第一个是它里面还有一个说明书，所以你可以对照来看它是什么东西。这一个是 Caviar CC Cream Alterna 家的，对，到底我感觉对不起啊，这好像是一个新品哎，就是头发的 CC cream， Ten in One， 应该是十种效果在一个 tube 里面 ，moisturizing， shine， smoothness， softness， UV protection。Manageability, strength, anti-breakage, heat protection, light hold， 就是一个洗完头发，我看看它怎么用。就是洗完头发以后，稍微晾干，把它涂上去，类似当一个 conditioner 一样的用。然后也可以是在就是早晨出门之前稍微涂一涂在头发上面。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湿，抗 U， 就是有 UV 效果，抗辐射。还有你比如做发型之前用，它还有一个heat protection， 抗热的效果。25ml， 其实平时如果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带一小小支还蛮好用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嘞，是这个，它字有点
傻，看不太清。Napoleon 的一个 skin primer。Napoleon 是我不知道它是哪个国家的哦，澳洲的一个牌子，他们家主要是做化妆品的。我看到很多百货公司都有卖他们家的彩妆品，属于一个中上价位的品牌吧。This hydrating primer is scientific. 主要就是一个保湿的 primer， 这个有15ml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这个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到它的那个 Revive 家的一个眼霜 ，Intensive Volumizing， 就是提亮了一个提亮的眼霜。这牌子我还没用过哎，3ml 一个眼霜来说，3ml 已经挺大的了。然后是这个，是一个玫瑰手霜，这牌子我已经想试很久，然后一直没有买过他们家的东西，我不知道它我发音对不对 ，Airy， 如果有人会读的话，请告诉我好吗？这个是雅诗兰黛集团旗下的，也是雅诗兰黛它孙女创的一个牌子，不便宜，质量也很好，也是走高端的一个美妆牌子。然后他们家还有出香水啦，一些护肤品啦，这个是身体用品嘛，它是玫瑰的 hand and body cream， 身体和手都可以用。那个包装也很可爱，他们家都是这种金金的东西，有15ml， 还应该会挺经用的。还有呢，就是雪花秀的一个面霜吧，看看 Time Treasure Renovating Cream， 也是属于一个抗老的面霜咯。看看这个有多大，5ml， 放在什么，比如去坐飞机啊或者干嘛的用，还很方便哎。它这一个包装我还没见过，应该是一个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线吧。最后一样产品呢是这一个，这牌子我也不知道 ，Lancer Lip Surgery Intense， 就是一个提拉的精华了，紧致的精华，里面放好多东西，这样的有15ml， 挺大的。这牌子我不熟哎，看看是哪里的，英国的牌子。看看它的介绍是怎么说的，哦，里面含有纯黄金，还有细胞修复的一些精华，就是成分。哦，就是既保湿，然后还可以帮助那个细胞看起来平滑紧致年轻，就是一个类似于中高线的产品啦。那么一共呢，它盒子里面就是放了6样产品，按它的价值来说算是很超值的啦，不到20块钱收这样一大盒，而且最实惠的是它里面还送了一张25块钱的 gift card， 那样我就可以买比这个价值要更划算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 beauty box 还是做的蛮实惠的，以他卖的这个价值来说。所以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美国他们的官网搜一下，他每个月出完了以后就会把他们这个月送的产品都 po 上去，
但是你下一个月的产品就不会告诉你，但是会告诉你一个大概的主题，所以感兴趣的就去看一下吧。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